台秀晚间节目开演。哦，感谢咱这来宾朋友的热情，各类破声哈！啊，咱即马伫咱这个秀舞的舞台馆顶，有看到真侪很可爱的小朋友，也就是咱云林国小热舞社的小朋友哈！啊，要为咱这来宾朋友呢安排了咱精彩咱这舞蹈的表演。啊，伫咱表演之前呢，咱来邀请咱最大的功臣，也就是咱热舞社的老师，咱佳佳老师，跟做一下介绍。来宾朋友来，咱来破声跟观众欢迎，谢谢，欢迎我们的林老师，谢谢。啊，各位来宾、各位长官、各位在地的，就是信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佳佳老师，本名叫林佳龙。那热舞社呢，这个云林国小热舞社成立是107年。那今天我带的小朋友比较小，是1到3年级，那他们是低年级组，但是他们对舞蹈的热情就是不输给大哥哥大姐姐哈。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他们。表演第一首《Banana Cha Cha》，来，谢谢，来，老师 ，OK， 音乐请起，来宾朋友来，再多一人醉的婆香，来，欢迎来云林国小热舞社的小朋友，安排来精彩表演来。掌声鼓励，谢谢，很热情。